继上次2020年百姓 RO 花多少，究竟百姓天台 M 花多少呢？你想知道吗？我也想知道。那么废话不多说，让我们一起看看百姓天台 M 究竟花多少。废话不多说 ，Let's go。波 seven 刷过去，红色闪电，各位观众，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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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色闪电，红色闪电，红色闪电。加二才加一枪，你不敢冲加二？加二是不是？一波加二刷过去，我弄一次加二给你看，弄一次加二给你看了、啊。眼睛不要眨、哦，来了没有？哎，我的 KO！ 哎，我的 KO！ 啊，我的 KO！ 干，不小心按错了，干他就给我这样过了，啊？让你们看看什么叫热热的，身上热热的加一敏捷，智力腐蚀哦。加二军一波加二刷过去啦！今晚我们创造天堂 M 最新的奇迹，各位观众，热热的加一智力腐蚀哦！OK 天长冲装一字诀，狂狂笑笑屁啊！不然不不想，不然跌倒要你靠背，你几派？好，就戒指，一波气刷过去，给老婆点才会过，是不是？真的吗？不会，我们不用，不用怕，不用怕，真的。我们要展现男子汉的气概啊，各位，老婆你尽管点，没关系。好，准备喽，来一波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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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刷到他捏捏都看不到哦。来喽，各位观众，哦啦哦啦哦啦 ，K O K O。我开我玩了三年还没有这一颗，你听得懂意思吗？然后没拿到、這個我玩到现在花这么多钱，我还没有拿到这一颗，你懂意思了吗？耶、yeah! ，超爽的耶！咦 ，OK 啦 ，OK 啦！正常五个要过一个哦，这个机理你应该看得懂哦，我就不解释哦。让老婆看看我们的雄风啊，过下去，我们看到啊，准备好了没有？各位观众，老婆刚说过下去哦，今晚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俺就不解释了。各位观众，哦啦哦啦哦啦。应该是祭品，在这。哦啦哦啦哦啦 ，K O K O K。
好功夫，好功夫，老婆好功夫。Good job, good job, good job, good job。到底平坂信会不会在冥王伺服器创造出奈米克的紫变传奇呢？一波三刷过去，各位观众，好了。转卡是不是？应该会转到云峰吧？我看一下，好像还蛮多云峰，应该会中，应该是没问题。我想要黑暗杀手，好了、哦，准备好了没有？等一下我们2000赞来重抽好不好？帮我按赞，帮我按赞，帮我按赞，帮我集气！我跟你讲，你们刚刚就是因为有集气的力量，所以才会中紫变，真的，刚刚有集气的力量才中紫变。哎，不如这样好不好？我们刚刚不是说好把祭品全部寄过去，中紫变就送一单，对不对？如果等一下中到远攻，再送一单怎么样？觉得这一趴不错的，一波气帮我刷过去，帮我按赞按下去，你敢按，我敢送，来喽，2000赞了，来喽，准备喽，准备喽，一波气刷过去，一波一波气，目不缺人，目不缺人，目不缺人，没有问题，各位观众，到底平板戏会不会创造出冥王伺服器传说中的？奈米克紫变传奇枪呢？欧啦，欧啦，欧啦，欧啦！竟然沙小。我觉得问题在哪边？我先跟各位报告，刚刚按赞数不够，一定是按赞数不够的关系。我们不要太夸张，2500赞，我们再集气一波。我是讲想3000赞啊，我怕你们按不下去啊，对吧？我怕你手会抖啊，好不好？刚刚说中只送一单，对不对？这一次中攻手、中枪、中员工的一样，再送一单，2500赞了，是不是？来了，黑暗杀手准备了。准备好了没有？各位，一波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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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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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有种，打我的脸！一波气刷过去，没看过。有时光组这么敢呛工程师的哦，别台你看不到哦。公司节目效果而已，我跟你讲啊，这是节目效果而已。小林，来，公司
打我脸啊！来了，准备啊，准备了，一波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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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各位观众，到底金陵平百姓会不会在我们柠檬四武器创造出最速打脸的魔法弹超级军？哦啦，哦啦！更好嘞！这要多少钱啊？48,000蓝钻，要大概6000块台币。487站，四包买好买满，好不好？有一种就按上去，有一种就按他妈的487。等一下哈、哦，我假如再抽到一个红变以上就好了，我再来抽一单。4497。没关系 ，OK， 一句话说到就做到，确定，就是要中红变的节奏了。等一下，谁给你中红变的？你全家才中红变呢？啊，我买错包了。我买错包了，为什么？不是这包吗？我买错了。不是我买错不一样吗？啊？为什么买错？我又买错了？不是这次我就去买错吧？啊？我买错了！你看那个，这个，哈哈，买错包了，包又没交了，是藏在哪里啊？这不就不是红对吗？怎么包又包给我呢？我身上的加6，啊，加6，我刚刚说加7要做什么吗？我有说吗？我有说一杆，你看很多人都说没有说，哎，我喜欢老师，就冲那些老师过了加7，照送一单，怎么样？妈的，来一波7刷回去，过了送一单。怎么两个两单啊，两件都过还是一单？妈，当我钱是不用钱就对了啊，不会过啦！哎呀，想想这，人家的口嘞，口诀啊，身上热热的吧？我已经尽量增加他的几率了，我们热热的去冲哦！啊，过了一样送一单呐、啊。各位观众 ，Goodbye， 爱那里是大牙尾，大牙尾。工程师在看台啊！一单，妈的！车哥看好了，到底平百姓会不会在布鲁迪亚四武器创造出传说中的加巴五万手套呢？各位观众，哦啦哦啦！听你啊嘞！啊！我休息，我休息，应该差不多了吧，工程师。我他妈我要呛人了，我呛你不会过怎么样？如果这个过了，我平百姓这部影片剪精华，我在他内内抽一单。特哥已经冲了45万钻了，就这波不做一波去刷回去，公司有种你就打我的脸，有种你就打我的脸。是我给你提我的意思，我节目效果你啊，我真的没有那个意思，我就是那个意思。
准备好了没有？各位观众，呼啦呼啦，棒！最速打脸，最速打脸啊！最速打脸 ，OK 了哈。你们觉得会过四的按七，觉得会全部爆掉的按码，请投票。真的假的？大家都觉得会过一颗，真的吗？我跟你讲，我点这颗已经炸，所以我们要冷不防的。各位观众。咋？看我被人不防了，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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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干！我听说人家弄个家我弄到脸歪掉，我只弄个家事，我脸也歪掉了。拼纸机哦，准备好一波机了没有？一波机刷过去，真的啊，一样。不是我呛他，我今天不是说我平民百姓要呛，我就呛不会中纸机。我们又来了，我们要挑战最速打脸了。如果他中纸机的话，我们这部影片的精华底下再送一单，每天开天堂，每天送单呢，有种你就追出打脸了、啊，我好怕！一波四的双数，准备好了没有？来了，各位观众，到底平百姓有没有可能成为天堂 M 追出打脸那个实况主呢？有没有可能在布鲁斯卡？到了传说中的技术叫魔法弹冲击之余，各位观众，欧罗下去！我就说不会中，我就说不中。对啊，我就是最初打脸官方怎么样？啊，就是不会中啊！刚不是说了吗？我不是呛了不会中吗？你要看我，就是不会中啊！那、啊、你送，还有送吗？这样我们爽，爽不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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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爽？有没有爽？有没有爽？哈，有没有爽？那、啊、你送我，那、啊、你送我，那、啊、你送我。吃鸡的给你们看了、啊，哎呀，平正平红记，反正不会中啊！1500赞，拼死局。不相信他会中，来帮我积个气好了，一波气帮我刷过去。我跟你讲，这不会中，要一次制作两个才会有，是不是？直接加码2000了哦，这包我跟你讲，绝对是假的，绝对是假的。准备好没有？一波气刷过去吧。今天他捏捏的哦，一次中两本，我直接送十单，中就已经很难，还中两本，中两本我送十单，打我脸呐！来啦！准备好没有？到底平民百姓有没有可能在布鲁提卡世界中到传说中的技术校本死亡狙击呢？一波 seven 刷过去，一次两本死亡狙，到底百姓狙不狙？哦啦，哦啦。我中了，
我真的在我跟鬼子就是打脸的，我在这里是什么状？我还不用送十单，你知道吗？还要只有一百。早知花钱玩天 M， 不如花钱买 PS5 啊！我都没想到我可以花到八台 PS5 钱。不过我还没有破上次的记录哦。如果我买了八台 PS5， 哇，要是送给我们的片师的话，哇，一人一台，一二，我还有留六台。公司放六台啊？公司放六台，想太多，对不对？我们把钱省下来去玩 PS5， 好，玩到爽歪歪啊 ！OK， 好，那大家记得玩游戏之前记得哦，玩游戏有赔有赔哦，使用前请详阅百姓花钱说明书。好，那这个谢谢各位这一年来的支持。那如果喜欢百姓这些系列的影片的话，好，请记得帮百姓右下角按个订阅，右下角订阅旁边你的按键，随时可以刷到百姓第一手的花钱消息。还是买 PS5 好了，好吧？啊，随便啦，好不好？那谢谢大家啊，记得明年要继续支持百姓哦。我们下次见，拜拜。